家好，我是赞，欢迎您进入我的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敬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第148集向您分享嘉义县民雄乡民雄金菊观光工厂 Go， 不要来跨卖，开车直接导航至民雄金菊观光工厂。民雄金菊观光工厂位于嘉义县中正大学旁金菊农庄内，占地面积大约3公顷。园区除了观光工厂外，还设有童玩区和烤肉区，是结合了产业文化、休闲娱乐与自然生态为一体的观光工厂。农庄外也有很大的停车场哦，去看一下吧。果然事务所，让您喝咖啡、吃小点心、放松心情的地方。四季亭风味餐厅，来去同玩区看看。右手边看到小木屋的溜滑梯，过来去小木屋看一下吧。可爱的色鸟，还有小红帽，来去童玩区跟生态池看一下，有吊船可以坐哦。得道池，好，进来去看一下有什么名产可以买。来买个欧米亚给回去吃吧。得到了。来看看故事馆，原本为腌制金菊的古厝，为感谢经营者的奉献，馆内陈设许多早期家具及他们的故事。哇！特色到小门后是他们的工厂。一个土产回去吃一下。这里也有 DIY 教室，我们进来去看一下。1960年，创办人蔡海飘先生因肯定金菊利用价值甚高，故设立了金菊加工厂来推广地方特产。经过三代传承发展后，为投入休闲多元化经营，于2011年将拥有60年历史的老农庄转型成为观光工厂，并开放参观，让来此的游客除了可以了解金菊农庄的创业历程外，还可以轻松的方式体验具有
教育意义的荆棘产业之旅。入宝山怎能空手而归？记得来民雄乡玩的话，一定要进来参观哦。